有柴田204次，拜拜，再见喽。2044树林发射江北前往花莲的第二2890台之桥，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1年4月7号，七堵站6:45拍摄刚有列才能这样通过。然后这边是4107次罗东发射江沿线，然后树林呢用85跟86往下填了，还有109A次回送基隆的 PP 之桥。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